接下来我们欢迎洪佩瑜。今天你挑一首歌《刚飞的落雨声》，对，要送给谁？送给我的妈妈。为什么挑这首歌呢？我觉得妈妈养我还有哥哥很辛苦，但是她就是从来没有怨言，或者是反正她就是我的一切都是她给我的，然后我很感激，所以我有机会在这里唱歌，所以我想要献给她。她支持你所有的一切，对。听说妈妈你还好吗？妈妈一跟她恭维你就崩溃了，她前面都没有讲到什么，你就已经哭成这个样子了，要不要求呢？听说家里也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，对，妈妈也是独立抚养你跟哥哥，对啊，哥哥去当兵了，对，对不对？他瘦很多，所以这首歌献给妈妈罗侯香，妈妈加油，洪佩瑜加油，掌声鼓励。我听过这么多人唱这首歌，尤其在选秀的选手，真的是我听过最好听的。爱宜良，深情诠释一段逝去的爱。我有一个交往大概四年多的前男友，我们已经在就是快要订婚，就是 Super Idol。 所以这首歌献给妈妈罗侯香，妈妈加油，洪佩瑜加油，掌声鼓励。
献给最爱的妈妈。其实我什么都没写，伯母你应该觉得很骄傲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，我觉得伯母应该觉得很骄傲。就是我在每次看你唱歌，我真的就是觉得很感动。包括前奏，在乐队老师在演奏的时候，你就一个人站在那里，我觉得所有的表演都让我觉得很感动。这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，很棒，很感人。我觉得这就是音乐，就是唱。唱这个歌呢，有别于一般台语歌手，因为你的声音其实有一个很特别一种，就是所谓的，就是那种 smoky voice， 有一点沙哑的烟熏的那样的声音。然后你的唱腔呢，其实也很现代，可是呢，唱到这种就是比较台语式的歌曲呢，就会反而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很特别，就属于你自己的味道。所以呢，你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Yeah. 妈妈从你一开始讲话，你哭到现在。他还跟我说他不会哭的，真的吗？你有什么话对他说？就我很谢谢妈妈让我到这个世界上来，然后做我喜欢做的事，然后包容我，然后就是这首歌也要献给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我觉得。真的孝顺父母不用等到有成就的时候。妈妈有没有开心？谢谢大家，很开心。你有什么话要对她说？佩从小就是一个体贴又乖巧的孩子，她不用让我太操心，一路在就是这样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就是很辛苦，从小就会唱歌。他对，六岁那个时候就会唱歌，也会跳舞。虽然他喜欢唱歌跳舞，现在他还在进行中，还没有完成。也说唱歌也没有什么成就，跳舞还也没有看到什么，因为还没有毕业。所以就这样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妈妈。给大家看一下洪佩瑜的分数，可以拿下多少呢？请下分数。出现了，龙宇轩老师九分出现了。龙宇轩老师，我听过这么多人唱这首歌，尤其在选秀的选手，真的是我听过最好听的。谢谢老师，再次突破自己的高分，恭喜洪佩瑜过关。接下来我们欢迎。